落啦，啊，搁迄房啊拢拆落来，拢刷走啊。嘿嘿。咱等下准备要出厂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七点外就准备要出厂啊吼。啊，咱的王总讲哦，那搭车给你上船啊吼。咱即马就开始，今仔日就是要做这个牵草的活动。等下咱遮会看到什么款的状况？咱等下吼，会王总遮会塞咧伫咱的王总的船底，到慢慢啊甲送去安尼。刚刚忙了那么久，对，终于咱的王船要出厂了。哇，哎，这算是他，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王船在建造啊，他就是在王船厂里面建造，对，所以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要出来这样子见到这个天空哎。哦，所以咱今麦等的王船拿出来的时候，一定会非常多人都哇，原来规只王船是生做安尼。咱的王船已经开始移动了。哦！洪水尤其在是强烈的，感谢这几天众生繁忙，总是请客几点晚餐。我潜水再次感谢众生，我要告辞上船了。看到这只王船正式离开船场来到庙埕，然后嘛不禁被王船师傅因的手艺啊所震撼。因为无论是雕刻、材质，或者是船顶的画啊，这绝对用的讲是吼鬼破神工啦。而且更加让人感动的是啊，伫咧王船组有真侪师傅吼，虽然啊因拢有年纪咯，但是吼只要当着王爷讲的代志，只要是关于王船的代志，因的心情永远都是遐尼一致。因的眼神永远都是遐尼啊坚毅。这个王船，咱即摆要离咧咱这个大天府的正门口要一个回转。它其实呢，这动用到非常多的，动用非常多的九班人员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的王船从小兵关卡要在这个地方回转，其实是蛮有难度的，所以需要大家的帮忙。然后大家要知道说，哎，哪一条线要走，哪一条线要停。所以，那其实可以看到大家都非常的团结啊。咱即马就是，咱的王船出厂了后，即马就是要出这个黄金牌楼。现在后面就已经是我们的王船了，王船要准备要出牌楼了，哇！穿出牌楼这个景象啊，是每一颗东港银王都大家众所瞩目的。你看，整个牌楼的周围全部都是摄影机海，大家都想要捕捉这个画面，就是王穿出牌楼出来了。哦，转弯了，转弯了。哇，其实需要非常的有技术。刚刚跑过来进牛排楼，真的那个场面超级震撼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期待，尤其是其实前两天刚好遭遇到台风，对对，然后今天很难得天气非常的好，然后又遇到我们的王船撩镜，所以大家就是更是期待。伫咧王船撩镜这天啊，咱应该看到所有设计科的师傅啊大展神威啦。无论是伫咧宽度或者是跨度，迄拢有特别设计过，有诶路吼甚至是拄啊好用个通过而已啊，
假使讲碰到电线伤低的状况呢，电器组的师傅吼，嘛要想办法用这个杆子吼撑起电线，和往船啊用个顺利通过。严格除了这师傅以外呢，东港在地乡亲吼嘛拢会全力配合，因为这只往船啊不但只是外观精美绝伦，对东港人来讲吼，也还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啦。只要当往船经过恁家的门卡口，就用纸人替厝里的人吼做遮盖。以后呢，搁再将这纸人收一铺好势，等待到暗时上网啊，再一并请潜水员把这歹运气吼带走。随着王船撩竿结束啊，这只王船卖伫众人的簇拥之下，往镇海公园前进。驾驶正确的各位潜水员也嘛准备要返回天顶交际咯。时间大约是凌晨的两点半，然后现在呢，王船已经进入到镇海公园，边啊，迄天空已经准备好啊。王船安尼，入来甲咱两堆天空的中，哇，太震撼了！因为其实吼，咱即马顶海公园安尼看过去，满满都是人，大家拢是要来欣赏咱地大潜水。哇，你看，咱即马呢？看到的这支就是我们的中围，他们要靠人力把它撑起来。哇，你看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中围靠人力把它给撑起来。哇，真的，他们都有他们的方法，因为以前也没有吊车嘛，所以他们要利用人的智慧，然后把这一支中围给撑起来。随着船桅以及船帆升起啊，咱这几位潜水员嘛一一上船，准备带着这届任务返回天上。后会有期，再次相见的，感谢这些天众生百忙，总是此刻几点完成。我潜水，再次感谢众生。我要告辞上船了，此次我无潜水要回天庭了。好吃啊！红冠集团的水，快快快快快去！甲辰正科东港银王平安祭典，随着王船慢慢升化，也代表着即将进入尾声。在这一次的东港银王当中，有许多从未发生过的第一次，也有许多考验是我们始料未及的。但是让人感动的是，在这样的考验之下，东港人不但没有气馁，反而展现出超强的团结力以及对于银王的看重。只要王爷公需要他们，就算是狂风暴雨，大家仍然乐此不疲。而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的考验，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那一份刻在骨子里面，无论如何也要回家迎王的决心。
有一个植物，伊甲人特别无共款，伊三年才轮一摆，伊哦身穿黄袍，非常的亮眼。黄袍，而且他的办公室绵延了100公尺长，100公尺长。我都担心，哎，南港被看人家看出来，我好担心。囡仔小孩成神，上最高国一，国一肯定玩到对吧？三年一次都是不一样的。哇，这个要从哪里看的？是这哦、喔，来来来，大姐，先热热等，要，咱先来计时一下，爱行外步，行外步啊，开始，好，行完一个。乌鱼，我六片的呢，你看偌济？无介济哦，差不多1000个。安尼叫无介济。